嗨，大家好，零二打零位，今日跟大家分享一个诗啊，林正丽娜，类似于普通的个精灵古怪啊，或者个神魔啊，应该个clever。像丽娜这两字中的下呢，敏感我这个打法，那五对旁月丽娜和用月丽娜这个丽娜来写，你较会认同呢？事实上，读潮语大部分五音无字个是这大片。就是有人问我当四部三哪种的写，我也袂。但是我想起以前有人用一组小字来推替一句话，伊当啊，这个人四部三哪，四部三哪，咩意思啊？就是落单伊四部三哪，用四部三哪来表达四部三哪，你认为如何呢？